秒有多嚣张，后一秒就有多怂。据1818黄金眼，19号凌晨，杭州拱墅区一家民宿，一名喝过酒的男子和前台发生冲突，还打了前台一巴掌。后续他掉进河里，民宿工作人员就是被他打的那位，打110和119救了他一命。结果到了派出所里，男子上演了疯狂变脸模式。看一下这个。我一个月工资20000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欠你点了啊，不好意思。还又哭又笑，但我20000呢，兄弟，无所谓。哎呀，一个月3000块钱，我真知道你得努力，你一个月6000的房贷，你也得努力，兄弟。哎，你们这帮 loser， 又能怎么样？笑死我了。怎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侮辱人民警察，我可以处分你。我可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。说了，我证明。现在人在这里，还是群众，你们太没素质。群众啊！我说是你们这帮人。行啊，